人人都说啊，开宝马坐奔驰，那我身边的这一台呢，就是代号为 W223 的奔驰最新的 S500L， 也就是说这是你目前能体验到的坐奔驰的最高境界。但今天啊，我们先不来聊它开起来或者是坐起来到底怎么样，我们先来聊聊花了这180多万你还能得到什么。走，跟我上车看看。第一，关闭遮阳帘，空调调到合适的温度，拉出小桌板放上电脑，至于手机就放在无线充电板上，随时等待 Conco。 这里就是你安静的移动办公室。再来，后排一键躺平，10种按摩方式任选，懒得选也没有关系，一键畅心醒神，预设好的香氛、按摩、音乐等等功能联动起来，让你得到最好的放松。所以这个休闲按摩房你愿意花多少钱办张卡呢？还有吗？当然了，来，氛围灯亮起来。再请出全车有31个扬声器的柏林之声音响，从前到后，从左到右，四面八方全是喇叭。每个椅背上还各有2个震荡器，4D 音效就有了。再配上这个冷热杯架里面摇晃的红酒，移动的夜店有没有？还不够，那好，有请我们的礼宾部。礼宾部都长这德行啊。门把手弹出，迎宾灯亮起，电梯门轻轻一关，生活的仪式感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。本来呢，我也是很难理解这台落地超过200万的 S500L 到底有多香。听说很多有钱人啊，都是拿着钱排队去买这台车的。今天体验了一圈之后，我发现有钱呐真好。不说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去搬砖吧。